你想找蔡英文讲什么？需要澄清什么？来呀！菜刀是想要刺杀总统吗？不是，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害怕。可是先生，蔡英文五麒麟梦啊！今天上午，男子拎着袋子走到总统府后方，假借问路之名，那向这个现场的一名宪兵取出预藏的这个短刀，来对这名宪兵做攻击，旋即就遭这名宪兵反制。同时也有另外一名这个该营的营长哦，刚好在经过查哨，那也共同将他制服在地。是公称说他想要向现场这个宪兵啊来做澄清。警方调查，男子爱喝酒，有多项前科。昨天有透过侦查管道递交有关823水灾澄清书，但这回却攻击宪兵。你想找蔡英文讲什么？需要澄清什么？我爱他。突发中心台北报道。